大中小企嘅老闆，你哋好啊！其實喺呢個商業社會，大家都競爭得好劇烈啊！但係點解你哋做得咁成功、咁好嘅咧？不如咁樣啦，嚟到我哋扭轉地球當中，同大家一齊分享，讓我哋所有嘅觀眾都可以知道，好唔好啊？記得我哋扭轉地球。來吧，到你啦！扭轉扭轉地球，扭轉扭轉地球。哇！打開眼界。喂 ，Cynthia， 做咩咁唔開心啊？是啊，而家疫情咁严重咧，我补习紧啲学生冇得出街，我都好唔开心。使乜唔开心啫？个个都系咁噶啦，而家个个都出唔到街噶啦。但如果小朋友要身心健康嘅话，应该多啲出去活动先好噶嘛。唔紧要，介绍个朋友俾你识，跟我嚟。就系呢个啦。Hello Sophia， 你好啊！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個係咩嚟嘅咧？呢個咧其實就係一個貼紙嚟嘅，佢可以黐喺我哋呢個口罩上面啦，或者喺衣領距離上呼吸道20 cm 咧，佢可以減低我哋感染新冠病毒嘅喎。嗯，我想問下原理係乜嘢啊？原理咧就係我哋同呢一個香港著名嘅大學教授團隊啦，咁我就透過一個中藥同香薰嘅配方混合咧，放咗喺呢一個口罩貼入邊。咁啊，專利咗噶啦，我哋呢個配方就防止呢一個新冠病毒嘅 S 蛋白，咪見到好多絕盤嘅，佢會黐住我哋人體細胞 ACE 蛋白酶，當佢黐埋一齊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複製喺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裡面咧造成破壞嘅。咁我哋呢一個咧就好似有一個薄膜咁，防止佢哋結合，就減輕我哋嘅感染風險咯。嗯，明白啦，咁真係好有效咁抑制到喎，我見到呢度有行字抑制新冠病毒。係啊，咁啊會減低好多嘅，因為佢唔能夠令佢哋走埋一齊啦。咁特別喺我哋嘅身體裡面咧，有一個免疫系統本身，我哋已經係可以對抗新冠病毒噶嘛。咁而一般坊間嘅一啲防疫嘅一啲用品咧，通常都喺外邊殺死啲新冠病毒嘅。而我哋呢一個咧就係喺裡面防止新冠病毒喺你身體裡面複製，所以係完全一個新嘅發明，一個新嘅一個香港之光嚟嘅。我覺得係香港科研、香港品牌同埋香港製造嘅。阿 Kella， 咁我想問係點樣用噶？咁好簡單嘅啫，只係個包裝度揀一個你中意嘅味道啦，然之後黐喺個口罩上面啦。咁佢可以保護我哋4小時咧，減低我哋感染新冠病毒嘅風險嘅喎。咁啊，有放鬆啊、集中精神啊，甚至小朋友配方都有嘅。咁但係其實你知唔知咧，最多人染疫嘅時候咧係幾時咧？嗯，食緊飯嘅時候。其實咧就係唔戴口罩嘅時候啦。咁呢一個配方咧，除咗可以黐喺口罩上面咧，亦都可以黐喺衫領上面嘅。只需要咧距離上呼吸道20 cm 以內啦，只要我哋聞到呢一個配方咧，佢都可以保護我哋，減少我哋感染新冠病毒嘅呢一個風險噶。咦，咁我想問咧，用呢個口罩貼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啊？嗱，首先咧，你個口罩貼咧用完，即係你攞咗一粒出嚟之後，一定要封翻個口啦，因為個香味咧會揮發嘅。而佢個口罩貼拎咗出嚟黐喺你個口罩或者係衣領上面咧，佢個香味咧保護你4小時嘅啫。咁所以每4小時咧就應該要換一粒呢個口罩貼啦。另外有一啲人咧對香薰可能會有敏感啊，或者係對一啲中藥配方有敏感，咁我哋亦都要問下呢個專業人士意見啦，或者係問下香薰治療師到底邊一啲配方特別適合佢咯。咁而因為呢一個情況咧，我哋特登做咗一啲配方咧係温和啲，俾小朋友都可以用嘅。咁譬如呢一個温和配方啦，咁裡面嘅配方入邊有薰衣草同埋橙，仲有我哋呢一個專利嘅抗新冠配方嘅。另外仲有咧。B 得呢個樣嘅呢個 Q 咧，即係個貼紙上面咧就有個鴨仔嘅。咁呢個 Blessing Face 咧，輕鬆 B 得貼咧都係適合小朋友用嘅喎。咁你知道啦，你叫個小朋友一日到黑戴住個口罩，正正規規就戴好，其實有啲困難嘅。咁你就可以黐喺佢嘅衣領嗰度咧，等佢有個保護咯。哇，咁其實咁正嘅配方咧，係可以用喺邊嘅？咁咧可以用喺我哋嘅頭先講喺呢個口罩貼之餘咧，我哋仲有一個香薰嘅系統咧，可以透過香薰治療師同你做咗一個個人嘅諮詢之後咧，就可以調配一個可以幫你瞓得好啲啊、精神啲，或者小朋友讀書勤力啲、集中啲嘅一啲配方，再加入咧我哋呢一個咁出色嘅教授團隊咧去設計嘅中藥香薰配方，咁可以幫到大家咧喺抗疫嘅同時咧都可以。照顧到我哋嘅身心靈咯。啊，係啊 ，Cat 啊，呢啲香薰咧係咪可以 tailor made 嘅同我哋？係啊，可以根據你嘅狀況，我哋香薰治療師咧就會同你做咗一個諮詢啦，然後特別為你配做一個配方嘅喎。咁你平日有啲咩問題咧？我自己平日咧就瞓得唔係幾好啦，同埋我最近細佬要上網課，佢自己都
好唔專心啊，成日都。咁我都可以根據你嘅情況啦，然之後咧就去調配一個你嘅香味啦，再配合埋我哋一個自動嘅個香氛系統咧，佢每一日咧就自己會定時透過手機 app 嘅控制咧，佢就會噴個香味出嚟。咁你只需要咧每個月咧去換個樽精油就可以啦。因為平日我唔知道你有冇用香氛油啦，通常你又要洗個香氛爐啦，又要揀幾支啦。咁我哋呢個服務咧就好創新嘅，可以根據你嘅情況啦，然之後調配一隻你嘅味道。再連埋部機咧租埋俾你嘅，只需要俾一個月費計劃就可以啦。嗱，我哋可以聞下呢個味道。嗱呢一個味咧就特別適合你細佬嘅味道啦，就係點解咧？佢可以令到我哋集中精神啦，增加我哋記憶力嘅。另外有一啲配方咧，亦都可以幫助我哋瞓覺好啲啦。咁我哋都做咗啲唔同嘅醫學研究啦，就證實到一啲唔同嘅配方咧，可以幫到我哋，令到我哋睡眠嘅深度深啲啦，或者我哋嘅精神會可以集中啲啦，甚至咧可以放鬆啲嘅。咦？咁我有個朋友係開鋪頭嘅喎，有冇一個配方係可以令到佢間鋪受歡迎啲咧？我成日都有啲朋友問我咧，有冇香薰招財嘅？我做咗26年呢個香薰嘅行業啦，我諗大大話話1000多人問我，如果咧聞咗可以發達就好啦。咁啊，我哋有一啲配方咧，事實上係會可以令你更有魅力啦，令到你個品牌咧可以好深刻咁樣記憶。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一啲酒店啊，或者係一啲商場咧，嗰個香味咧係一世都留喺你個腦海裡面。每一次聞到香味咧，你都會諗起佢嘅。因為香味咧係唔能夠拒絕嘅，喺五行營銷裏面，我哋可能有5種唔同嘅 sense 咯，但係香味咧係最持久，同埋係冇辦法拒絕，除咗你唔唞氣之外。咁所以如果你個朋友個鋪頭嘅話咧，可以根據佢呢個鋪頭嘅特性啦，我哋就幫佢調一隻香味。除咗可以幫佢有更加大嘅吸引力之外咧，我哋仲可以加埋我哋大學嘅配方咧，可以預防減少我哋中新冠病毒。這個病毒呢就有個 S 蛋白和我們人體細胞 ACU 蛋白酶結合了，它就會破壞我們的免疫系統了，而我們這個中藥配方和香薰的配方呢就可以減低我們這個感染了，所以你快點叫你的朋友來讓他看看喜歡哪一種味道，我們就可以跟他調配，配合這個香薰機呢也很容易用到了。現在我想問一下你的 idea 是怎樣來的呢？背後的理念又是什麼呢？咁我做呢一個生意咧，今日已經做咗26年噶啦。咁我1996年咧就開始做呢個香薰治療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就做埋心理治療嘅。咁喺呢個過程裡面咧，人生經歷咗好多唔同嘅高高低低啦。咁我有一個人生嘅理念，或者有公司嘅理念咧，就係創造一啲產品或者平台，令到呢個世界嘅人都快樂同健康。所以咧，我有一句 slogan 嘅，叫做開心是一個選擇，開心是一種態度。因為冇人可以俾開心你，除咗你自己咯。我俾幾多好嘅嘢你，你都可以選擇唔開心。你自己一個人都可以選擇好開心。所以所有嘢咧，當你係可以掌控嘅時候，你就可以選擇開心。咁開心是一種態度嘅意思係咩咧？即係話只要你長期習慣地有一個態度，對住咩事咧，你都有正能量嘅，諗好嘢嘅，咁你咪會容易好多開心咯。咁我嘅產品咧都有好多笑臉喺入邊嘅喎，你見到我哋咧喺個貼紙上面咧有個 emoji 咧就係一個笑容嘅。雖然戴住口罩我見唔到你笑，但係只要黐個貼紙喺度，你就會見到我呢、這、一個，咦咁得意嘅有個笑容嘅，你都會有會心微笑。就算我哋係一個陌路人喺個地鐵上面遇到咧，你都會覺得咧啊，今日好似添咗一點快樂嘅感覺啦。係啊，而個香味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放鬆啲，亦都開心啲嘅喎。咁我想問我哋究竟點樣可以買到呢啲口罩貼嘅咧？咁當然啦，呢度啦，我哋嘅鋪頭係上環西港城後面啦，咁就亦都可以食下下午茶嘅。同時間咧，喺好多地方都買到 Lock On 啊，或者係 Good Mask 啦，即係大笨象嗰個口罩，有成20間鋪嘅。咁你再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咧買到我哋嘅產品。當然可以上網啦，下面有條 link 咧，你可以直接喺我哋嘅網上買到我哋呢個產品嘅。來吧，到你啦！扭轉扭轉地球，扭轉扭轉地球。